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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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几楼？我楼上三楼。好嘞。你是拍我的啊？我给你拍我的啊。那个，我喜欢拍点 vlog， 完漂亮的东西喜欢拍，不介意吧？没介意我删了。谢谢啊，拜拜拜拜。我刚才跟你一起坐电梯的，那个你跟猫眼看看我，你别害怕。哦，那个衣服出事吗？我搁电梯里好像捡到你掉的东西了，你看是不是你的？好了，啊，你看这个是你的不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应该是你的吧？啊，好像还。我看好像是工牌之类的，刷刷东西的，我怕。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儿。啊，那个。你是在哪儿找的？我去了趟物业。啊，我跟物业说，刚才坐电梯碰到一个特别好看的女孩，然后这个好像是她掉的，然后她给我调的监控，然后告诉我你家门牌号，我怕他们说明天送，我说别人家着急，我就来回跑过来给你送回来啊。然后那个，你家有水吗？我能喝口水吗？嗯。就来回跑过来的有点渴。喝过了，你介意吗？谁喝的？我喝的。哪个？你没病吗？也没什么大病啊。行，你没事，我是开玩笑，没事，有病我也喝。嗯，喝一口就行啊。嗯。然后那个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拜拜拜拜。那个，咱小区这个治安不太好，我好像看你是生面孔，刚搬过来吧？回家一定要锁好门，千万千万锁好门。好，那个啊，拜拜。那个啊，那个天冷了啊，多穿点。啊，那个我这回真走了，拜拜拜拜。那个晚安，晚安。哎呦啊，我等你太费心了，我等老长时间了。我有件事想问你，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。嗯。我昨天我给你送完卡之后，你是不是做饭了？啊。对了，做的鱼吧。你在我家安监控。是你家，是你家。我在咱家厨房，我闻着味儿了，好像是顺着那个烟道味儿闻着了。鼻子还挺。我有一个事想求你一下，行吗？啊，你说。就是我自己住，我老长时间我不会做饭，老长时间没吃到就是家常菜了。嗯啊，老点外卖，就我特别想尝一尝家常菜到底是啥味儿的，老想吃这一口了现在。啊，就是能不能下回在做菜的时候，告我一声，我来蹭点饭。是不是有点不好了？是这回事儿。小的时候妈妈不一直教育我们吗？要礼尚往来吗？你看你的卡掉电梯里了，然后我昨天还给你了，你表示感谢，我感觉还行吧，对不？要不这样吧，啊，你等下次我再炖鱼的时候呢，你来我这尝一尝。不炖鱼也行，只要是做菜就行。我怕我跟你说完之后，你一个月都不炖鱼。我不是说爱吃鱼，爱吃家常菜。行，那我俩加个微信呗，你到时候你做菜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，我就下来，行不？没事，咱不用加微信。那不加微信，你是鼻子好使吗？你等下次你再闻着味儿的时候，你就直接下来。行行，我以为像我小时候打暗号敲暖气呢，我一敲暖气上头我能听到，我就下来呢。那个，那我就等着闻味儿了。啊，行，行吗？那个记得带个碗啊。好嘞，我还准备一双筷子。拜拜拜拜，咋还没回来呢？没回来了。有朋友啊，我正好我下班，你也刚下班啊？啊，都一个点，都一个点。哎，咱小区前两天丢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你没在物业群里？来电梯了。你没在物业群里啊？没有啊。丢东西了，
好像是进屋拿的。我一会儿给你拉物业群里边，不行？四楼，四楼，对，四楼，四楼。我一会儿不行，给你拉物业群里边。我加你微信，完了我给你拉物业群里边。没事儿，那个我一会儿直接找管家给我拉。那个，那行，那就找管家给你拉去啊。然后我合计啥呢？咱俩不楼上楼下吗？我怕你一个小女孩搁家吧，万一要是有啥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和她就走上去了。我跟你说两句话啊，我就嘱咐你两句，我怕你有危险啊。然后我就和你自己搁家，万一有啥不明白人，咣咣敲门啥的，生人啥的，我寻思我俩加个微信，你给我发信息，有个楼上就跑下来了，老快了。要不然省着万一有啥事儿咋整啊？没事，有事就报警了呗。那不敢看，他们来不了需要时间吗？我这不快吗？我家有个监控，就是能联网的那种。啊，行行，知道了。就这边有人啥，这边爷爷那边就知道了。嗯嗯，行行。那你还有事儿？那个这两天没做饭呢。我自从上回跟你说完吃饭的事儿，这两天特意没做呀。没有，我是加班太晚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知道你不是特意的，加班晚，完天天点的外卖啊。嗯。那今天下班这么早，不做点了吗？太累了，这两天过来做。行行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随嘴问一下的啊。行，那我就走了啊，那我就上楼了。拜拜拜拜，那个锁好门。啊，有事喊也行，我也能听着啊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！你这是不是现在堵我呢？没有，我今天我钥匙丢了，找不着了。我找的开锁，我等开锁的呢。实话。行，那你等吧，我走了。哎哎，嗯，我有点害怕。不是你大老爷们，咱那小区这个电梯不知道为啥一整就停一楼开门，我老害怕有点啥。这风呼呼给我吹后背死凉。那个，你能陪我等一会儿吗？小等一会儿就行，他一会儿应该就能来。行，等。嗯，你才下班吗？那个，吃饭了吗？肯定没吃。正好，我也没吃饭。咱这小区外头附近有一家老好吃、老好吃的小龙虾了，咱去尝尝去。嗯，确实不好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不远，就出去吃点呗。我请。不是，你要不你还是先找我要外卖找不着，那边也没有，哪也没有，这边也没有。这个那是我的吗？那不是我的啊，不是你的吗？啊，这个好像是我要是吧。嗯，啊，是，那找着了，那我赶紧给他打电话，好像刚好不用来了。嗯，啊，那上楼吧。你最近这两天没做饭呢？啊，进去，这两天没做饭呢？没有啊，懒。我今天中午买的鱼老新鲜了，不行你上他家坐坐。完了，正好你的份也带了，正好你晚上没吃饭嘛。跑太晚了，多折腾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拿下来做。行啊，明天我拿下来做。嗯。啊，那个，我俩能加一个微信吗？是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明天不点来吗？嗯。我怕我来早了还来晚了都不好。咱俩这么有缘，提前都在楼下碰见。就明天接着碰呗。行，那就先这么地，明天。好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